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06集。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的话呢，我稍微补充一下上一集1605集的第七集的这个 Voyage Class 的 Artemis Prime， 它其实是一个新的等级，是叫做核心V级，可以说是V级的往下降一个等级，但是比 Deluxe 等级要大。它的定价1299啊，我不知道说原来现在台湾的 Voyage Class 原价是1399啊。不知不觉 V 级已经涨这么多了，所以它的价格呢是比真正的 V 级减台币100块钱，所以等级是往下降一级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呢，所以我用 SS38 这个真正的 V 级跟它相比，其实有点不太公平。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这个那个产品的话，值不值1299啊？各位自己去做一个衡量。那再附提，不要叫我代购了啊，很多大陆的朋友，甚至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地球上开箱最快的老外玩家，某某某某某 VS 某某，他甚至在我的推特上面去私信我说，能不能把我手上的玩具，就是跟他就是有一个交易，对吗？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做不到的，那只是跟各位提一下啊。我知道，大家也很想赶快先拿到，但毕竟它是一个不正常的出现模式。好啦。提完了，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款是极小变形的组合 Convoy 跟 Megadolo，它是日本的一个应该是某某杂志啊，2004年的9月号的附录小特点了啊。盒子大小的话呢，薄薄的啊。那内容物的话呢，就是OP，还有这个它的死对头狂派的 Megatron。那玩具已经是一个二手，我收到的时候就是二手品了。内容物的话呢，有大家最熟悉的，这个是属于 OP 啊，这个非常小型的玩具，这个变形各位一看呢也能够把它变形出来的。那么它的对手的话呢，这个 Megatron，两个的话呢，造型来讲都是很古早的玩具啊，所以大家也不要苛求它的还原度怎么样了。那么以这两款玩具来说的话，可以说是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两个玩具。OP 是真的是很简单的变形，但这一款 Megatron 真的是变形上是相当的有挑战性的，甚至它的零件数呢非常的多，而且我也不确定我有没有把它完全变到位。我觉得它的很多地方好像没有卡紧了啊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可动的话也就稍微讲解一下，我们从 OP 开始好了。其实没有什么可动，几乎都不能动，只有为了变形能够使用而已。那它的枪的话还是这样夹住的。它不是握在，它不是一个插孔，它是这样子，用夹的夹在手臂上，好做成有枪的一个样子。那这个大肚腩很大啊，那我们就来进行一个它的一个变形啊，就非常的舒压的一个变形过程。手臂是经典的这个 G1 OP 啊，这个带着这个有没有86大电影的那个电影的那个 BGM 有没有响起啊？脚就往后一抬啊，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卡车。然后枪，我找不到一个可以放的地方哎，比较可惜。那推车的话，各位看的都是铆钉，所以推车的滚动性的话是算是非常好，但是玩具比较轻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这个是真的是纪念性质的一款玩具。然后这个全身布满银漆的 Megadolo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背后，就这个形象，它的零件数很多哦，非常的多。那变形的时候的话，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凸一定要去卡住，不然整个胸口会晃。那这个头跟这个身体的话，好像没有办法特别去扣稳，反正会晃。那我们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啊，它的变形其实相当的有很多可以讲的。这个为了方便，我们可以拿下来。首先你这个手啊，这里推进去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部件，拳头也可以收进去。所以它的手其实它有分成三段，这样的整个都可以收进去。那在这里变形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把这一块部件啊转过来。那这里呢有一块连接的蓝色部件，这一款变形真的是相当的有挑战性啊！这样转过来，到这边之后把它给推上去，到这边，然后枪整个给转正，好，到这里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可以先把这个脚掌啊这样子把它给推进去。那你要变形的时候是这样子推出来啊。从这里往上推，不要从这里抠啊，从这里往上推，往上推，它就会自己推出来。好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它脚还可以缩短，
啊，两侧给它缩短，然后呢，两脚，就是到时候是要往后放过来，但我们先不用放，我们先把它的头啊这个地方给往下放下来，头放到这个位置，再来的话呢，把手臂啊，这里有两个连接杆，对不对？连接杆是往上推之后，然后旋转这个部件，这样往上推上来，然后旋转它，好，然后呢，两侧彼此之间做一个结合，然后呢，前方它有蓝色的小凸扣进前方的洞里头，最后就是把这两个枪的这个握柄往后推过来，扣上去，OK，这个就完成了这一把手枪的变形过程。当然，我们还有这个瞄准镜要扣上。好，再做个简单的小调整，这个 Megadolo，还有这个是 Cyberdolo，这个 Convoy 啊，应该讲 Convoy 跟 Megadolo，那就是极小变形啊，就是一个做个简单的小纪念啊，就19年前的一副特点玩具，那刚好在网上收到了，就利用今天晚上下班的时间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小分享啊，小分享归小分享啊，这一款玩具的这个摸索它的话，也是花了我一点点时间啊。好，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